来宾啊，今天来继续还是一个晨光的钢笔，为什么就还是一样不一样的笔尖？因为像外观来讲，该做不同材质也做过了，对，然后还是有点偏包装的一个感觉的这根笔，然后它这根笔叫 The Leaves， 就是说一个叶子这样子的一根笔，那万宝龙也有一根是类似这样子，然后呢，它就把这个叶子给缩小了，对，然后我们把这个打开一下，那还是一样，然后整根笔合格证还有什么，哎，挺到位的，好，这个先放一边去，大家看一下，现在空间大了啊哈。喜欢这样子一个角度的打一个一，喜欢之前的角度麻烦你打一个二哈，谢谢大家。好，那个把这些东西给拿走一下，这个比较，我估计要掰断了，哎，好了，掰断它吧。这个比较好，明显你一开始看到，对，这个比较完全就是装饰性，完全就是没有用的。然后整根笔出来的感觉非常的细，这样子真的好细，而且有点小短。然后对，等会再讲，因为第一个感觉就这样。那这时候一对比，明显差别就来了。对，12.2厘米的一个长度啊，这次真的非常非常的短啊，短啊，对，短，好吧。好，那再下来我们这个它只有好像只有玫瑰金的这个颜色上面选择的话不是很多，因为之前你接晨光的时候，我上次那一根的话有点像无印的这根的话是它是有银色，有什么颜色的，然后这根笔首先拿起来非常细，但是它又是这样子抛的这样子一形状，等于你拿起来的时候非常的别扭，这样子很奇怪，然后哇有点小紧的插拔式，但是有点小紧，然后它这个笔尖真的很特别，就是这样子一个尖，所以我当时脑会觉得，还是说它不是拿来书写的，还是说什么特殊用途，我不确定啊。但这个笔感觉像是什么给小孩子用的，因为我这么拿的时候，你看就跟那个 Caraco 的那种短钢笔一样，就是说这里是快够不到了，就这样子我放在虎口这个地方说完全快够不到，而且这个环有点割手，就是说我这么拿的时候，就是说我拿笔的时候就怪怪的，因为平常我拿是比较松的，那有了这个时候就感觉怪怪的，多了这个东西好像一直弄来弄去这样子啊，反正就不太习惯，因为平常的拿笔的话都是这样嘛，那这里是没东西，突然有就觉得不是很顺手，因为习惯就什么都这样子滑滑的这样子一个接触面嘛，对吧？然后这个反正就是爱插，就你看你爱不爱放在后面嘛。然后整根笔插一下啊，但这个笔尖我看一下，是我一开始看到挺特别的，你们看到 EF 尖啊，不，这个是 M 尖，它没有 EF 的。然后这么一拿，笔舌也是很特别，我就不知道这种形状跟平常那种笔尖的形状有什么差别，我不确定。然后整根笔是一个用白金吸墨，类似于白金吸墨器的这样子一个推拉式的，但推拉式说实话，其实这种吸墨器我真的就不是很好用，我最喜欢用的还是那个白乐的那种墨，就是说那个88G 的那个，就是说那个有一个狼那样子的，我之前放那个 M90 的那一根，就是说白乐的 M90 那一根，我是用那个我说那个吸墨器，那个是挺好用的。还有就是那个，而且它这个你还要转到一个就跟笔尖同的，然后你去看它吸墨，就还是要这样子。当然你可以不转这样子，但我个人习惯还是喜欢笔尖这边往下这样子放下去啊。对，然后就这样子，我怕碰到手，哎，已经碰到了。好吧，反正洗是，怎么吸不起来了？不会又是一根啊，可以了 OK， 吸上来了，这个明显还是不要拿我这种比较大的那个罐子，还是拿一个小一点的啊。然后整根笔的话，整个材质我不确定是金属还是塑料，因为摸起来没什么温度感，但是而且不是特别硬那种感，不是特别实，因为金属感的笔一拿起来很实，它这个又不是特别实这样子啊。然后再下来那个，先把这个盖子关上。好，那个我还是先写一下吧，然后看一下这个感觉怎么样啊。好，好，不好意思，写完了，有镜新的镜头还没适应，然后就平常放在这的，因为之前的镜头现在就一直在这啊，对，非常抱歉，现在拿前一点啊。然后就这样子，首先这根笔拿的那感觉怎么样呢？就这样，我轻轻压写一下，然后再重，你看，这样子看，
反馈不是特别强啊，因为有时候镜头放在近的不太好。为什么？你这么看好像有明显，但其实我比较喜欢这么看。为什么？你这么看的时候其实差别不会很大，然后写起来挺滑的，还是 OK 的，出墨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这个地方很别扭，这个地方看我觉得还是真的，这个真的要这样子，但是它不是特别紧，能看到不是特别紧那种，就它一开始设计就没有为了这个功能所以我觉得这根是一根适合小孩子用的笔。但这种尖其实我挺喜欢，为什么？它很硬，我也写的时候你看非常硬，但是它的一个接触面不是很广，比如说我这样子我稍微过一点就写不出来，然后这边也是我稍微再过一点又写不出来，就是说它接触面左右的接触面相对来讲比较小，可能是笔尖的形状造成的吧。然后整根笔真的有点，我比如说我这么真的有点紧，这个插板有点紧。笔来讲的话，如果是玩一玩的话，效果一般，娱乐性不是特别足。但是真的是笔尖很特别，就是它这种尖算是我比较喜欢，就这种硬硬的那种，写起来反弹就是反馈感不是特别强的，就是说不会马上有东西反馈，然后自己就会慢慢适应。那如果像这一类的一个笔尖效果再加一点阻尼感，是我最爱的一个效感觉啊。然后这个粗细来讲，你先而且现在反正有时候错不进去这样子啊，一般般。质量的话价格也是偏小贵，以这个质量来讲。然后整个差别的话你会看到，就这少见笔无印出的，因为首先它是 M 尖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品控来讲相对讲不是很稳定的，这个从这一点上面就是可以就是说值得去怀疑。好，那大概就这样子了。好，那一个这个评测就到这里，那一个谢谢大家。